迎光临 ，Join 唱吧卡拉 OK。哎，服务员，你们这儿唱歌的包房怎么消费啊？我们这边有不同的消费，我带您先参观一下。好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间包厢一个小时100块钱，100块钱是可以抵扣最低消费，啤酒还有串烧的哦。哎，一小姐小姐，您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还有其他的吗？有，我们还有其他的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。好，这间包厢呢，一个小时50块钱，也是可以抵扣最低消费，啤酒跟串烧的哦。脸好，我觉得好像还是刚刚那一间比较好耶。而且进来出来要唱歌，就可能开心点嘛。快点想到一块去。服务员，那我们就要刚才那间吧，1小时100的。没问题，请跟我来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您换一个包厢。又来这一套，这么多小孩唱歌、啊。不好意思哦。那不小心走掉了呀。他是我们的客人，因为他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我就想说把大间的包厢让给你们啦。啊，他是你们的客人呀、啊？我还以为100块包含那个小孩。误会了。草率了。原来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啊。没有啊。